我们是不是要先把另外一边做好，再来做这一边？因为另外一边做好，这一边会被扣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应该是要先做这一边啊。哎呀，第一颗就有了。然后我们需要用这个冲突宝珠嘛。我先点一颗看看感觉。这个东西会让它的上面的两个词，一个变弱，一个变强。所以我们就是赌 50% 几率。我们希望的是上面那一台变弱，然后下面那条变强。不是 50% 吗？不然是怎么样？建议看一下原文。越低阶的越容易生。哇操嘞！那我们先用宏伟的点一颗这个，让它变成双宏伟。然后我们削宏伟没有了。然后我们把底下那条削掉。没难。25%，谢谢。啊！变15啦，靠腰啊！那我是不是继续冲突就好了？因为现在的话，照理讲，它应该特别容易会加上来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很容易回去。我们直接买一好了，好不好？没关系，我先买，等一下不够再说。现在是在射龙门吗？哇，刚妈的，刚直接一个撞柱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！这个应该是高几率的啦，好不好？啊，这样就回来了。然后接下来就25，谢谢。啊，干你娘！好啊，好啊，继续扣啊，干！我知道了，不是，现在我们要停下来，我们要用这一颗把那个转商甩回来，因为那个精致的代表说它很容易帮另外一边加，要这样子。要这样子 ，OK，OK，、OK? OK? 这才是成功率最高的方法。越低就越好升，是那个很难甩，没办法，很难甩还是得甩嘛，总不会很难甩我们就放弃吧？我们是那种容易妥协的人吗？干转混，妈的，这一季的这个东西其实他妈有够坑的，说真的，这一季超坑的，而且这一季点起来它那个消耗速度是超级快的。叮叮叮叮，一加一减，一加一减，人就东西就没了、欸。我的天啊 ！Thank you， 我们有打量我们这一颗的话上去就是25%，然后一次冲突成功就35了，对不对？五转兵，干！干我不要这一条啊！干这个是真的难哎、欸。干转火，别闹了！哇、哦、哇、哦，这么大颗 ！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越做越多颗。干，怎么又是这个啊？怎么在头目面前，我就不要在头目面前哦。好了，我们去买那个，这颗最大颗的叫什么？这颗叫宏伟嘛？啊，这颗叫什么？卓越。薛宏伟医生门该上线喽。我们用宏伟把它粘上去就好了，好不好？用卓越的有点贵呢，哎、欸，这几率很低哎、欸。我他妈不知道我要点几次哎、欸。现在是宏伟好一点了。哇、哦、哇、哦，这怎么这么多？对，他已经给过我了。怎么这么难啊 ？What the fuck？ 这一季这个超搞的、欸，感谢你，最后的波纹呢？我们大量没有一颗啦，一级入魂啊！
干你老师哎、欸、妈又是火的哦，不是混沌就是火，不是混沌就是火，哦哦哦又是火哦，耶、yeah, 终于哦干你娘终于出来了，我一定不会把你点掉的，直接冲了啊，肯定是那个物转兵了。不是，这样的话双卓越，现在双卓越是 50% 几率， 50% come on， 干！这个宏伟真的专门来缺钱的，干妈太扯了！哎呦 ，nice， 我觉得我可以的， 30， 谢谢 ，yes， 我们要最大化我们的机会。是不是我们要买一颗这个，然后随便点上去之后再点，这样会增加我们成功的机会。好，我们去买一颗这个，那一颗叫什么名字去了？我又忘了。这个宏伟嘛，大一点叫什么？异能还是什么？卓越，卓越，对对对对对，卓越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是一精致，一宏，一卓越。哎、欸，等等。哦，对对对，卓越没错，卓越没错，对，一精致一卓越，他、啊、这个成功几率大概37-38%吧，35 ，yes， 啊，成功了，干，干，我终于知道塞勒斯为什么会疯了，真的会疯哎、欸，这真的会疯哎、欸，难怪他想毁了整颗。奥瑞亚，看，当年天堂冲装也差不多是这个感觉，真的哎、欸。我国二的时候在玩天堂，我国一的时候天堂刚出，然后我国二的时候开始玩，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宝斗要点加五，那个过的时候真的是超开心的。我身上唯一一件过了保值的过了保护值的装备，就是一件加五宝斗。到现在天堂都还是没有装备防护的东西吗？有防爆了。哦、oh, ，OK。干，那个时候真的是爆了就爆了人就疯了、欸。你在打魔兽 ？What the fuck？ 打大蜜？好怕等等大失败。别啊别啊，我真的承受不了。Thank you。20-25，可以啦，这个到时候再换就好了，没关系了。不准笑！